你们要抛弃我喽？没有，接下来是我的 solo time。因为接下来要唱我自己写的歌，他们不会弹。既然昨天那么开心，我自己那么开心，大家知道海啸吗？海啸这个不是那个灾难的海啸哦，就是一个卡拉 OK 吧这样子，极致的推荐哦。只要你只挑的时间对了，去那边一定是值回票价。就在旧的顶东客运旁，海啸的老板娘在吗？如果有听到的话，帮我跟他讲，希望他可以帮我打针。第一首歌，好，我第一首歌，我自己的第一首歌叫做《你在里面》。你在里面是我跟一个朋友，他就是刘浩填的词，他写的非常好的一个词。他，接下来这个 part 就是第二 part， 都是一个比较难过的 part， 就是你就想象是大家都不要你了，就像他们都不要我们一样。你在里面就是在讲，有一个人离开了这样，然后，就是很俗烂的剧情啦，就是在哪里都看得到你，可是他写得很美，毕竟他是学文学的嘛。他说在那个梦里面呢，跳舞、抽烟，还有干嘛去了？跳舞、抽烟、唱歌都不会觉得痛苦。走上蓝蓝的天空，飞得很低，高得看不见我们的梦。拥抱你在上面，承诺你在上面不难过。走上蓝蓝的世界，走到很远，远到看得见我们的梦。曾经你在里面，曾经你在我里面。Thank you.
走进蓝蓝的生活，头很低，眼前看得见微微的风，曾经我在里面，你在谢谢，你真不错。我表演一下调音。